接吻，首先要利用气氛，面带微笑，无限靠近的。罗密欧与朱丽叶，第二幕第一场。爱情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事，他就会冒险尝试。所以我不怕你家里人的干涉。要是他们瞧见了你，无限靠近的机会来了。你到底是心疼罗密欧，还是要调戏罗密欧？情绪完全不对啊！要自然地倒进他的怀中。来，继续。只要你用你温柔的眼光看着我，他们就不能伤害我的身体。自然地倒进怀中。朱丽叶还有这个动作吗？他怎么还嘟嘴啊？我怎么也不愿意让他们瞧见你呢。啊！不是你们在这儿给我演迈克尔·杰克逊呢？七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太窄了，站不稳。算了算了，今天先这样吧，收工。刚刚差点就成功。你今天演的不太对啊。有吗？你快买吃的吧。掉眼睛里了。我看看。哇，这么容易吗？七月，想吃什么？只要是面都可以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玩我，七月，这玩意是我的。没事吧？我去给你买水啊。